盐官在台东，那我们都称呼他是盐官大侠。所以当时我看到弯针，我马上联想到说，哎，会不会是从盐官大侠回来的？那所以我才特别去翻阅他，才知道弯针的解析是在整个二次大战在台湾出生的很多日本人，这日本人在当年日本统治台湾，他们在整个日本战败以后，将近百万的日本人一心一扬回到日本，他们要抛弃他们的财产，抛弃他们在整个台湾所有的生命过程记忆，一直就要回去日本。所以这些人回到日本，在整个重新回到他们的国家，也有适应上的困难。但是这些人在台湾是很辛苦，因为战败，然后日本人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饱受很多的压力、歧视、不公平的对待都有。所以后来我们会以这个弯针这里啊，这一句我特别感受很深。那我父亲也是台籍老兵的经历，我的爸爸曾经，我的父亲代表，当时代表日本是在菲律宾当日本兵，不过他能够活着回来，所以才有我的出生。所以我会觉得，我会以这种他们当年当日本兵，或者是日本人在台湾必须被迫引洋回国，很多很多这个历史的过程，很多人的痛苦，我感同身受。我们真的是，觉得对于这些人，如果台湾是一个族群多元，台湾历经很多民主发展的过程，那这些人在一个台湾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，饱受这样的一个记忆，这些人的一个心理的感受，这些人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去正视这段历史？那么安怎去看这段历史？那对这段历史所有受到伤害的人，咱要安怎去改变一个新的来对抗伊？咱即摆对伊在高雄，我们对整个外籍配偶，我们对待所有族群，我们一直强调尊严、平等、公平。但是我们想到，我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弯针，他们在那个年代被迫。必须离开台湾，他们童年有很多的记忆被切断，他们在台湾没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都全部被切断。然后这个过程让我们很多的痛苦。所以今天，在看到我们弯针的第二代，我们田家老师、田中实佳老师能够这么用心，能够把这一段历史再一次呈现给台湾社会，把高雄市政府强调族群多元、族群平等的对待，我们是非常的感动。所以，我们高雄市政府文化局，我也希望我们民政局对这样的纪录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的支持。我也希望咱高雄市民，高雄是一个北投足大的城市，足多元的城市。高雄嘛是一个对所有族群足友善的城市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观赏这一部纪录片《弯针回家》。他在这里出生，他在这里到十七八岁被迫离开，哪里是他的家？他的家在哪里？所以我是认为这样的心情，
们真的是体会很深，所以我们希望完成回家这部经验，在高雄如果非常成功，我希望市民建议，阿妈希望市会团队大力给我支持，大力支持，也谢谢今天我们邀请很多将近70几岁、80岁，当年在日本很知名的一些弯身，有一些对日本在台湾当年的很多长辈，那这一代英雄弯身回家，可能你伫这部纪录片内底，我也会当看到你的老朋友，爱想起着你过去足济足济的回忆，我想都是每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。所以我想有跟你们致敬，把你们祝福来祝福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市长，市长欢迎国好，刚才是对对鸭台的支持，阿万五传这个高雄百年鸭巢，来，李素鸭高雄百年历史影像哈专辑未来上考田中老师，谢谢。